各位朋友，又到了往日情怀这个单元，今天为您介绍的是闽南语老歌。对，尤其今天为您介绍的这位特别来宾，是我们国内歌坛的大哥大，数一数二的。尤其讲到他，是我这个年轻时候的偶像啊。没想到我现在已经经过二十年，他也是我的偶像，还是你的偶像。在我们国内歌坛真的是屹立不摇，尤其他唱红了国语歌曲、闽南语歌曲数不清啊。是，今天带来一首好听的闽南语歌《比软的酒杯》，欢迎华夏小姐于天。爽快的合伴，饮香酒杯，情长又失落。世间滚滚的，亲像阮一过。好香过的去。哇，于大哥你好，哇，讲给我款哎。老多的。哎呀，阿三万的。你们现在干嘛？我这今晚是过来考官了。不是，不是那恭喜你。普通时那边我用安尼来拜，不是用我来磕头哟。算来前辈，老前辈老我去叫我多安尼。前辈就好，卖个功劳啊！所以讲你冒犯没啊？是圣美仙啊呢？没啊，所以你冒犯不是我讲你啦。每一次呢，特别来宾，你俩是讲摆了习惯了，你但竟然对低哥亮不是讲惯了呢？不是，我是尊敬老大呀、啊。尊敬不唔对啦，你也未使他妈跟别老啊老啊，人家是特别来宾，不怪啊。我一直请于大哥都请不来，不怪了，一直刚刚跟人老啊。虽然你讲的是种熟悉，但是嘛，未使你讲。这是什么话啊？咱即摆讲正经，我刚刚呢？看那个于大哥那个年轻时代的照片，哎呦，我觉得你现在比较韵味，现在比较好看，真的现在比较帅。哎呦，这是男人中的男人啊！对呀、啊，你看看他的穿着，你看永远都是跟着上这个时代潮流。这个整个系列是一样的，连皮嘛咖啡。哎，拍摄这个皮嘛是彩色的哟、哦。你看，内裤带嘛是咖啡的，对呀、啊，彩色的哟、哦。裤嘛是咖啡的，哎呦，你那会知啦，要死我，看到内底去。我是讲这裤啦，不是内底裤啦。我吓死你！我是讲你内拢知的。我知道《碧鸾的秋杯》啊，《碧鸾秋杯》这首歌真正足好听。但我刚才他唱的时候，我跟老师在讲，哎、欸，这首歌呢，感觉怪怪的。什么怪怪？怎么会呢？这首歌呢，国语歌。那国语歌，等你是知唔知啊？哈、啊。苦酒满，苦酒满杯，对啊。啊，你就刚才会晓是讲这些歌在讲改革啊，这啊，这是最早是闽南语歌曲，这歌偌久啊？你知？偌久啊？比我比较济啦。啊、二五年出的啦，哦、二五年出的，二十五年制、啊，二十五年制啊，对啊，不过你看不出来啊，我不是讲我啦，啊，我是说这首歌曲啦，哦、哎，这首歌是二乱的酒杯啦，这地啦，哦，你算比较小，嘿啦，我记我比幼稚的，你这个歌哈、哦，真正是咱五百咱较早真迄个这个歌谣大师啊，陈达儒一手下来，单单独老师啊，叶叔哦，叶叔下来足特别的，嗯哼，来电完。那种感觉，那个书来滴安尼，种米诶，生嫩开啊！伊唔是干那下子第一下，伊成名曲有够多啦。我知道的是白牡丹啦，白牡丹啦，哈，啊，个什么心生生啦，那都也去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个有什么什么江边秀别有无？哦，江边暖啊，对对对，啊，个一条你一定知影，安平对象。哦，哦，阮妈妈爱煮地瓜。你啊想看嘛？看这歌词写啊偌好。所以讲啊，我相信这个观众朋友吼，对陈达儒的歌一定有那种。对哇、啊，所以讲个咧，经过咱于大哥咧介绍咧，才了解哦，原来是苦酒满杯，是必然的酒杯先红的了。嗯，啊，这个啊，较早是红，迄阵是真久啊，真久啊，系啊，啊，这个吼，迄个大头啊，这个共改做。谢大哥，嘿啦，谢你就对啦，嘿啦，那臭阿酱就对唔起，臭阿酱，我拢叫伊大头啊啦，啊，才共改做苦酒满杯啊，哦，不过哎，不过他这个闽南语歌跟国语歌的意思好像差不多。反正是酒嘛，对啦，拢讲酒的代代，就是讲啊，这食酒啊，就因为失恋啊，家里
食酒解忧愁安尼啦。但是真侪人拢嘛安尼。是啊，不过我感觉吼，于大哥吼唱这个酒的歌哦，特别的味，有味道。那讲起来，讲起来，于大哥咱歌歌。这个国内官大官气，小等你。我就是讲，我于大哥的官有问题的。这嘛真正领导有问题啊！我量骨大才好呢，还官还出问题来啊！我跟你讲，那伊的酒量哦，我也是听得用一首歌来形容咱于大哥的清流。你真是知影，今天你听我听看嘛，看对不对？林老师，请来。朋友来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啊，清凉来饮，好喝嘛西嘛西。无论有啥物困难，袂当解决的问题，暂时放手有遐济。酒醉不知伊天啊地，看开人生的一切。欸，这我敢来老听歌呢？不是，我配合酒酒里个客厅酒呀。那么我爱。我了解我，不是啊，我白来。我吃酒，我会干用干杯哦。我跟你讲，于大哥，听你观众朋友听讲，于天于大哥要来，吼、哦，真正你较早的歌迷拢来啊。这个较早的歌迷。真的。还有很多年轻的面孔啊。这边是新的啦，这边较旧的啦。那因真正上了解，卖讲我甲你承诺，凊彩咱问一下观众。嗯，要试试。观众朋友伊会知影我的酒量。哎、欸欸，你唔相信？有人知无？有人要唱一条歌来形容一下于大哥，甲酒有关系哦。哎呦，前辉山。哎呦，你看，规间你看。哎呦，阿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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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相思的灯光，迷人的歌声，让阮感觉心茫茫。阮也不知你是谎言，假意，只是对你心绵绵。深情的爱，煞予你骗在，不小心来愈悲哀。烧酒一杯。你讲好将来你听下无？你讲你变老，你若是我咧讲你啊，气弯的，你咱的对不对嘛？我啊，气弯的，我啊，甲你安尼啊，对嘛？无熟悉，对不对？我只是咧欺骗你啊！啊，你讲迄话对不对？来唱歌讲我只。是啦，咱算讲可能是自少年的时阵吼，较早吼，你算讲。不是，就是咧歌袂熟，歌爱负责任嘛，你啊。我你年年对我唱迄个歌，无适合你啊。是啦，啊，你那我咧讲，咱这吼，咱就讲酒的问题吼，真正啊，咱中国人哦，哈。甲外国人咧，即拢啉酒，迄拢无同款。那我较早少年就有影好，安袂晓想直直啉直直打安尼啦。即嘛袂啊，结婚了后我拢想足济。是啊，哎呀，咱咧中国人哦，那请一个人去，你甲想看咪？即人若无甲管吼，一摊阁换一摊来干，好打好打，表示诚意安尼啦。算讲无管了，就是无面子了，对啦。嘿啊，反正想过诚意嘛，就艰苦。对啊，国外人家喝酒就不是这样子。对对对。像我们不在台湾喝习惯了，我有一次我第一次到新加坡去，新加坡他们也是喝这个哎。叉O 啊，叉O 啊，叉O 啊，也是这样子啦。到了，人伊是安倒一点嘛，安遐大杯，啊加冰水冰角，哈，啊我是唔是讲啊，我不要，我不加冰水冰块了，我倒了，我安那遐大杯，啊我们干杯啊，就扑一个倒落去。哎，你们是在喝汽水是不是啊？对对对。不，你起码到底你的酒量跟你的心声，应该用什么歌来形容较出来？讲恁了解，绝对恁未了解。我唱一段我家己啉酒的心声，互恁听看来，恁就知影。哎呀，我听看嘛，好不？对不对？什么歌？来，林老师拜托，扎了唱了，恁就知。饮酒时光。哦，你哪敢顽皮包？你对我身上红红心，寒冷当风吹吹去，为何你只管满满心？
困难饮酒作怨气，饮小冰甲酒里甜。我从以前到现在唱歌都那么好听，你讲爱中曲，让你寡无难，中气十足，真的真的。我听你爱唱歌，真正我几位拢够。哎呀，我嘛是同款啦。差真多啦。真的吗？唔是，我唱这块歌，真正甲我较即马以即马饮酒的心情同款。这先来讲款，因为这块内底的歌词写了真好，就是讲哦，安尼，迄个是非吼，你酒饮落去吼。啊，酒醉啊，做真侪代志，失去理智啊，失去理智啊，发生足侪代志啊，以后再来想，已经想慢啦。哦，是是会发生假在地。那讲这种，会发生了，才知影讲啊，想慢啦。嗯，我较早就是赛车的时阵嘛，少年嘛，啊，二十外岁啊，酒醉啊，酒醉更硬要开车，啊，佫耍帅啊，手铐安尼安尼，安尼，哇啊，期待开八桶安尼。哎呦！啊！就烧浪啊，弄啊自己手害去安尼，烧的烧的，这么车祸啊，对对对对，所以于大哥特别拢是安尼。无影啦，啊有接上来啦，所以不怪看你唱歌唱拢安尼，较袂得啦，无休止型的啦，又猜团。这首歌曲就是有这个激励的作用，哎，希望大家哦，真的是在喝酒的时候，只要一点点，不要真的慢了，哦，干杯了，干杯了，实在是不好。是，咱要饮。吼，我今日啉，咱卖开车。对。啊，无万一若发生了，像这诶，若接袂起，会变独臂歌王呢？真正咧想咧，后悔来不及啊！对对对，你有讲在家里的时候没有关系。对对，啉淡薄啊，帮助血液循环。对对对，嗯。今天非常的开心啊！这个咱于大哥介绍这别人的酒杯，这礼数，果然诶，想要介绍讲诶，啉酒绝对会使开车。我突然讲，拄啊迄条歌吼。七条瓜能攻击的，七条瓜是多几条？比如你唱杯，比如唱杯，你唱瓜功夫我虽然吼是听他唱，不过大鼓满杯，大鼓我真正不唱过。是讲唔？哦，你唔捌唱过？是讲唔就看这幸运吼，甲于大哥安尼。你怪偶像呢？好啊，无要紧啊，大家三个斗阵来。我们三个合唱。合唱。嘿。啊，不过咱讲好，今日无创意，我绝对爱唱舞呢。有啦，一定会啦。不会啦，一定会让你唱。我跟你讲吼，你若看阮点起来时阵，你就接落去。我接落去唱。嘿啦嘿啦，对对对，照轮的嘛，照轮的对。一定轮的吼。无分大小，有啦有啦，嘿，来，林老师，林老师，嘿。我来唱两句哎呦啊！哎呦，有哀就就好啊！哎，这个哀呦是里面的重点哎。我想要哀了，歹听，这个歌规拢嗨去啊！就是啊，我们是挑重点让你唱。对啊，就是。今天哦，虽然我唱两句哎呦，不过真正会当甲于大哥唱，我着真正即心中啊，我着真正有价值啦。安尼吼，安尼说。哈哈哈哈哈！无影听你嘛爽快。谢谢于大哥，谢谢于大哥。哎，感谢，来感谢，拜菩萨保佑。